好，文宝宝，拜拜。哎呀，他们在唱歌。你们是在唱歌还是在光遇啊？看到阵容看起来比较像在光遇，不然继续玩这个好了。好像看隐约玩第一代，因为我那时候印象第一代里面就是。这其实是那个，比较困难，比较怎么讲？等，我画面跑掉了，等一下哦，你在啊？那你要不要玩？在公寓里面是什么？啊，你不是说今天没空？啊，所以要不要玩？小鱼稍早不是问你，可是说什么你今天没放假还是什么的？啊，没事。那陪我淋的雨。哦，声音那么大。你刚把影片剪完了，那要玩吗？我就问你要不要玩。你从来没有回答过我一个问题。问了你3次4次，要不要玩？你回答了我什么？我把影片剪完了。光遇哦。小月，那小月要不要？要的话可以啊，我不知道小月在不在啊。嗯，什么意思？哦，可以弹自己的哦。他第七亮灯，我知道他亮灯啊，我不知道他在不在啊。我现在不能闯进去问他。对吧？冰玉。问好，直接重新去问好了。看克洛伊小丑哎、欸。好像很强啊！这边一定有隐藏的东西。靠，哭吧，没有，好，好。小鱼说好，番茄上线。话说会员怎么加 DC？ 那个首先你要加会员，再來就是你要有很好的耐心。没有，我讲真的啦。好，你先我解释一下，到繁星的兔窝粉砖，然后私讯我，截取订阅证明，就可以加入会员。首先会加 DC 会员，不不不不不啦，赖的会员，不不不不啦，首先会先进赖群，然后
两只老虎。所以说我有目标，不要失去靠腰，哭啊！烂游戏，就你最烂，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等温养，对，要等小帮手。啊，我很抱歉，因为，处理这个的不是我。对了。子瑶，等一下，我们这个也叫子瑶的啊，不同的子。哎，子瑶，好了，好，换游戏，换游戏。番茄，先天性疼痛，痛觉不敏。没有痛苦，没有参考价值，看不到你的生命值。哭啊！番茄，番茄来吐。那边。你要在这边玩啊？好啊。还是下面？下去啊。小可要不要来？这游戏只能四个人啊。对啊。对啊，就快要不要来？起来抓鬼鬼。好，我那我。你可以先攒，我先藏，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有。我自己爬下来了。我要再。装一次那个简体中文了，为什么？我说我刚我下午删掉啦。哎呀，他说今天又没有空，我就先删掉。好可怕，好可怕哦！不会啊，你有九口了。哦，九口可以陪你演。对啊。就胆子很大，他跟他学啊。可能。可以，你是勇敢的小鱼，只有胆子，但是我还不会玩这个啊。你是这个很简单，你看他说很简单，这个很简单，只要躲在车上就好了。对，没错。我那时候连一都不会按哦，我连钥匙都不会找在哪里哦。钥匙就在车的上面呢、啊，钥匙就是在你的电脑桌旁边。你是说这个钥匙吗？啊，等一下，我要重开。就是他不是有那个。番茄，你开啦。啊？不然看不懂英文。房间私人房间 ，Toby。我替代代替区哦。好的，感谢新会员。我按多人那个吗？嗯，我是按多人吗？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 Life 区有贴那个加入私人，哎，他不能复制贴上哦。可以啊。啊！我要关掉。嗯，不行。哎，我进来了 ，OK。哎，怎么了？没有，我刚刚按 Ctrl V 是不行的。现在可以吗？不行。
他已经进来了。哦，你按 Ctrl B， 他应该只会复制吧？他下面有个从连贴连贴本里面连贴你那个刚那个号码，他会直接进来。对啊，有个按钮是直接帮你贴上去的，只是他会卡一下。哦哦，好哟。等我一下，我还在装。没事，那我去用手机。怎么吓我？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嗯，我说我还在装那个简中的语言，反正等一下他听不到我声音。为什么我觉得我是蹲着啊？我好矮哦，你按下C，是我长很矮吗？你按下C，你蹲着在干嘛？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可以看自己？谁看自己？我不能看自己啊。那你为什么觉得自己蹲着？他视角比较矮吧。对啊，你按一下 C 没有用吗？没有啊，没有长高的感觉啊。我也在看人家的屁股欸。那，啊，你的那个勒输入法是中文还英文？哦哦，我嗯，你按到 V 了对不对？输入法哦，输入法没事没事。我想说为什么我在看人家屁股。哎呀，最懂你了。哎呦，下次吃毛巾奶奶要跟我说。好啊，很久都没看你了，来偷吃都不跟我说。哎，欸，可是马吉奶奶那边网络真的差到爆炸，欸，他不知道为什么里面真的是没网络。哎，欸，对啊，我5G 进去，然后只有3G，然后跟我连东西又不能看，看超久，到底在干嘛？那时候我也是啊，进去大概两桌的距离就已经没网络了，网络超烂。啊，怎么了？你是贴近了一个门。有人跑进去贴近那个门了，哦，好大声哦！给我们个信号。我哭了。不哭不哭，小鱼不哭不哭，你最棒了。我傻眼。哎，不哭不哭。有病哦！而且这下不能跳。只能一直蹲，我记得。就这样。哎，欸，好大声！我要怎么调小声啊，那個？是在里面不能调吗？对对对对，你要调设定，要出去调。哈，那，嗯，我要怎么？要，啊，离开吗？你刚刚是来这边对不对，小鱼？对啊。哎，欸，是不是可以投篮？可以啊。再开台要去？你不是没空，不跟我们玩，再开台要去。他说我知道，我有在看台。说我才刚下班，你讲。哦，哎，欸，你哪个是 Joko？ 你们两个姐妹长得一模一样。来，我教你。可以换造型吗？可以啊，可以啊。你点一下那个白板。我手上有东西。好好，那你点白板。你对你。左下角有更换，点下去。嗯。喂。你好。哦。嘿。我等了没反应啊。好丑，有啦有啦，我们在换人了。好丑哦，每个都很丑哎，欸。没办法啊，这游戏主打的不是人啊，是鬼。我也，欸，我也很丑啊。哎，欸，我们来了。哎，欸，小鬼。好烂哦。那我要长个卷毛，看起来像阿桑的。我没头发。你有啊，很少。那我咧，我是不是看起来像阿桑？看一下，要进去才看得到。你们现在还是刚刚的黑人妹子。哎，欸，没有，没事，显示问题。那我们手上这个东西可以丢吗？我要按什么丢？按 G， 可以玩那个叠叠乐。对啊。那我可以去投吗？丢个头啊！啊，他们换没有换？这是什么？又没有指令了，我东西不见了哎，欸。因为我有换，你换你的滚轮哦，滚轮哦。我要怎么丢出去啊？他不会狙啊，他只会，他丢不上去啊！你看，给你玩。没有那个罐子不会，那个罐子不会。那球嘞，不见了。一样啊，在你屁股后面。
好黑哦，我什么都看不到、欸啊。你的视，你的视野，你的那个亮度调亮一点。你出去调一下。我是不是要出去调？对对对对对。那你好。啊，建议不要调太亮，不然你等一下一大堆那个像你的那什么电子手表那种东西，你会亮到看不到它。我不敢靠近面上，可是我想要去那边捡那个东西。捡什么？我帮你捡吗？哦、那个不能捡吗？那个会吓人的门。哎、欸，他只会吓一次哎、欸。真的？语音输入模式再过去一次。没有啊，他不理我了、啊。你离他远一点。我刚过一阵子再。对啊，小心，赶快趁现在，赶快冲过来捡。不是、啊，每个人不一样。你先把耳机拿下来，走过来。我要过。你要蹲下来捡，蹲下来。我怎么蹲？七七吧。可以多少？来七。我捡不到那个球球。按一，按一。哦，有了。你干嘛？哎、欸，我的瓶子。我等一下再跟你们说，我今天遇到的很可怕的事情。鬼故事，鬼故事。等我到家。等你到家，好。对，可以不要开镜头摇晃吗？我到底要去哪里把它调亮一点啊？图像吗？图像。你开分享，我帮你看。啊，专业的，这个是最专业，在车上不知道干嘛的。哦哦，好亮。不要太亮哦，真的不要太亮哦。太亮会不舒服，你看到鬼你会吓死。我要开多少？我刚按了一，超亮的、欸。你大概用到1.8吧，1.8，我刚1.6，我就觉得我眼睛要瞎了。然后什么东西要开可以，什么东西要关？没有了吧？语音开。你最近还有玩吗？开哪一个？这个吗？谁？我吗？你啊？没有啊，我忙着上班，没有空玩游戏。哦。叠不上去了，他最高就这样。我应该好，这个可以不要开吗？镜头摇晃、啊。可以啊。可以。镜头摇晃关掉会比较舒服一点。那我还要关什么才比较不会晕？嗯。游戏关掉 ，Ctrl F 四。游戏关掉。除了这个。可以啊。关心我。可以关心。把那个游标亮度调稍微亮一些些。它会比较明显。那在哪里啊 ？PC。那在那个最下面倒数第三个。对。哎。这个。控制。哪里啊？刚刚调亮度那边图像。图像。倒数第三个。最下面。这已经最下面啦，请问。哎、欸。对不起。你是不是想骗我？到了。想。哎、欸。啊，这个 ，PC 设置吗？游标亮度，我可以调整。可以调亮一些，不太亮，多亮？ 2.8， 三。我忘记我调多少了。游标而已，还好啦。啊，那我要调。会比较明显一点。知道，我有时候捡东西捡不到，不要。对。我出去调一下。PC 视野太多会很晕吗？嗯。我没有试过，你视野亮度可能要进去里面 run 一次，你才会知道。啊，那是视野，哎、欸，这是视野，该是前面那个吧。哎、欸，游标亮度在哪 ？PC 设置。PC 设置。PC。哦 ，PC 设置。倒数第三个，秀秀刚刚说的。这个要开吗？萤幕空间反射。萤幕空间反射，我其实我真的忘记了。亮度调多少？亮度看自己吧。对啊，你的电脑萤幕如果调得很亮，其实亮度就不用调太高。对啊。啊，但是你不是，你调太高。你怕黑，你又怕鬼，他等下鬼直接现身在你面前，你会更怕。那我是不是要关掉这游戏了？没有啊，像你说的啊，关心我啊。妈，哈哈妈。
啊，你骂人呢、欸？我说妈妈呀，我没有骂人，好不好？好的，我看你们玩。你不要回家。你在讲鬼故事、啊？我说我还在回家的路上啊。哦。为什么这个不能捡起来？哪一个？我也捡不起来啊。很就可喽。哎呦！你毁了我的杰作。我不小心，我想要拿蓝色那一瓶，不小心拿到最底黄色那一瓶，倒了。那你内麦关掉。是自己进来的。那、啊、你内麦关掉，你内麦关掉。怎么关？啊！你去外面。你要去设定那边关。要叫。对。女人不要叫。不然就是你把那个 DC 关掉。看见说话吗？不是，不行啊！ DC 关掉，你要他们怕死哦。我是要选择按键说话吗？对，按键说话。那语音激活是什么？你把他设置的说话跟通灵盒的那个设置分开来。我不知道怎么分开啊。欸，我看不到。我是不是关掉了？哇，只有这个啊？这边我那时候只有调按键发话而已。嗯，按键发话应该就可以了。局部是 V， 全局是什么？所以这两个差在哪里？全局是跟所有人通话，就是你们没有 DC 的时候，然后局部按键通话是只跟在场现场的人。啊，跟鬼说话是按哪一个 ？V。哦，好哦，这样我应该可以了吧？我改成按键。可以。你有测试过吗？进来我们才知道。没有哎、欸。你大概讲 Gimme 的赛就好了。他们英文那么好，哪需要中文？不是，他要先测试有没有抓到啊。哦。所以我现在要怎么样？点音讯。对。选项音讯测试。哎，倒着说。Give me a sign。给我们个信号。不，你要念。你要讲 Gimme a sign。哦、Gimme a sign。他只有收听中、欸、他那个要调英文吧？小鱼怎么调？不，他问题看我点多高？你赶快看九口，九口需要你。这突然都是怎么回事？你的麦克风切一下。麦克风？你按右边。没有，我现在麦克风是用这个、啊。那你按测。啊？测试。那个信号，他还在收听中啊？没有，欸、那个你要装简体才行、啊，简体中文的语那个输入法啊，不行的话你就麻烦。不是因为我的那个他是叫我用讲 give me a sign， 不是是给我個。我记得刚刚是不是有一个可以选择哦？语音啊？哦，对，语音变成英文就好了。英文怎么那么多？没有英文、欸。最前面。你说是台笔？哦，好前面呢、哦。好前面，对。在哪里啊？啊，找到了。有了。应用。欸、啊，忘记，等一下。有了吗？他不会自己跳掉啊。不会，那你再回去。再音讯再一次。Give us a sign。他没有听到啊，大声一点。你会大家对，你要用大家说英语的那种。Give me a sign. Give a sign. 到时候很，我觉得 Joker 的麦没有被这游戏抓到。哦，设定吗？可是我一进来，他就直接抓这个麦克风、欸，对啊，而且刚刚内麦有哎、欸。对啊。Give me a sign。内麦有不代表收音那个啊，通灵盒有啊。还是我可以不要玩通灵盒？嗯，可以啊，你可以让他们玩。
可以，但是我们昨天有聊一下通灵盒这个很机车的设定。没错。你知道看谁去用吗？他有可能会挑，刚好挑到你，就只有你可以跟鬼通话。没关系啊。那这样我要去弄什么？他现在我的确预设装置是我这个啊。没关系啊。突然用到通灵盒。那个。你如果要调那个东西啊，其实你要调很久。对啊。因为你还要重新开关机才能确保你那个简体没跑掉。没关系，我们走吧。就去吧。就口没关系。来吧。来吧。来吧。开始，请开始你们的表演。等一下。那请你关麦。加入是。会有味道。从剪贴板中念。哎、欸，你是现在真的下班了吗？关下。有了，所以这个都是我自己进去自己按的吗？按什么？刚刚啊，按进来。啊？没事没事。为什么我又坐在地上？你又按到 C 了、啊？你刚是不是又按 Ctrl C 了？哎、欸，等一下。我按 Ctrl 加空白键就会下去啦。可是为什么我现在一直按空白键的时候，它会一直跳伺服器大厅啊？伺服器大厅，对啊，就是我们准备啊，按准备啊。我按啦。啊，搬起来。好，按走了。好。走。啊，我在投篮。没事，等下房子里面有东西可以让你好好慢投。我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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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啊？啊啊！那你是不是还要跟 Joker 讲一下那些道具？你教啊，昨天我教的，你那边都给我乱关门，那你把小鱼笑的关不行、啊。你没有关门吗？我没有啊，你真的没关门哦、喔。我在你旁边哎、欸。没有啊，那时候我带小鱼说进来用那个通灵盒的时候，他说谁敢把门关了，他就尖叫冲出去说谁把门关了那样子。哦，那是我关的。干，记错哎。啊，就你啊。女孩。那你们先出去吧，我教他。Joker 是哪一个？還在我是卷毛的阿上的，不是啊。来，我为您介绍。首先，这个白板是我们那个、M-buffer、我们的那个。那个我知道。啊，那个嘞，道具你都认识吗？只要道具它换成新的比较高级，我就不知道哪个是哪个啦。哦，那就右上开始吧。右上开始就哦，你哪个不懂跟我说。这是 V 八嘛？对。啊，这个嘞 ，V 八旁边那、這个。点阵仪，新的东西。你是说丢在地上会绿绿一点一点的？绿绿的，对。笔记本，那、啊、这个嘞？笔记本，通灵盒、嗯，然后 ENF， 嗯，啊，普通手电筒，紫光手电筒。那、啊、高级手电筒是哪一个？黑的，那、啊、哪一个？右边黑的，右边黑的，对，橘色的是紫光，对，按右键。紫光是为什么要紫光？照指纹、啊、哦，指纹吗？对，啊，下面这个是声音感测器。你按到 G 了哦。我要踩，我要怎么开电的？右键或是 T。哦、oh, ，有了耶。T 的话是换换东西的时候按，哎、欸，声音感测器。那管了，这个。哪一个？光啊。这个是声音，这个啦。哪一个啦？这个啦。我不知道你是指哪一个啦。荧光棒旁边那个啦。荧光棒旁边声音感测器啊。哦。那荧光棒一样照指纹嘛，脚印的。啊，这然后再來是运动感测器，侦测有没有东西在动。为什么长那么像麦克风？他改了，都改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要干嘛。运动感测器就真有时候任务需要说什么让鬼触发运动感测器还是什么的。下面三个都是任务用的。哦、然后上面这个大声功就是找鬼的。嗯、哦。那鬼的频率比较大啊，相机嘛，然后温度计、哦，其他应该都一样了。走吧。我知道这个是什么。那、啊、我要拿什么？看你喜欢什么、啊，温度计或 ENF 啊。他们带了什么？我带了温度计跟通灵盒。带了温度计跟箱。你拿温度计，你拿温度计，你去找就是，反正温度计在哪里？这个等一下这把枪，这把枪。这个吗？对，鬼来吓你，你又射他。不要讲。哎、欸，等一下，你难度调什么、啊？嗯，简单吗？业余啊。哦，想说鬼已经开始在动了、欸。啊、很活跃、啊，
我没看到哎，没有，现在还在无敌时间，现在还在，现在还在无敌时间，只是鬼很活跃。番茄帮我，我们是不是要带这个？不用不用不用，我们没带这个，不用不用不带，那没有用。那不是要回去看那个的吗？啊，我没有带东西，不是，我带了温度计，还要带什么？不用、啊，只能带两个吗？不是可以带三个？啊，你手电筒一个啊，手电筒一个，然后带两样东西啊。好，我带，我带，我带照相机。哪里哪里？客厅。在客厅哦、喔，这么近。外面二点多哎、欸，没外面不算啦，请进来。没有，我说外面就那么多啦，哎、欸，不是那么低啦，里面哪有客厅十趴哎？这里三点八，这里三点八。黑人，黑人，看黑人。黑人在哪里？黑妹。没有啊，20.8呢？他在玩东西吗？哎、欸，要关灯啊，用通灵要关灯啦。这好多啊。灯怎么关？按一、e、吗？左键，左键。啊，左键不是一、e、啊、喔？那一、e、要干嘛？拿东西。拿东西。Where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你确定三度吼 ？Give me a sign。没有啊。我说。他猜，哎、欸，没有，他刚开温度计是三度，没错，刚开是不准。刚打开不准。为什么门不能开啊？左键，左键。哦，然后要推門、欸。骨头有没有拍？这是骨头似的吧？这么大根。哪里啊？哦，那根是骨头、啊。好，可以剪了，剪走，剪走。可以剪。一一一，按一。好好好。哎、欸，可是小玉，你是不是在那边测到 ENF 啊？没有啊 ，ENF 是我在哪、啊？没有叫啊。我不敢去地下室哎、欸，怕等下死掉。开的。哦，我都开过了，你不用担心好吗？不行的，我不行，我只能在客厅，这里是我最大的让步了。有口把他带走。我在逛街。好吧。怎么敢、啊？因为你要跟我走吗？不敢、啊。可是我不敢去地下室啊。我在地下室，下来，我在地下室。好。Hello。出来啊！我不行。哎、欸，负三，负八，哎、哦。哎、哦欸，这里，这里，这里，隔壁的门，啊、隔壁的门，就这间了，就这间了。你会丢东西吗？丢了，丢了，丢了，东西丢掉，丢地上。拿东西喽。他是没拍到照。Where are you? 因为我手上拿我的 照相机还有五张哎，不是按左键拍照、啊，右键右键右键啊啊，没拍到你好 ，sorry， 我有拍我有拍，他不理我，好好，那给我往上看 ，Give me a sign， 算了你玩、oh, 我去拿东西，鬼不动鬼没有在动，你给我出来，你给我下来，我是第二五哎，给我出来。早一出来啊，现在不会猎杀我们的、啊，放心啦、啊。现在理智还很高啦，不用怕啦。我还没你想一下，现在是我们无敌的地方，我们可以凶他的时候你不凶他。没有，现在电脑上面的闹钟已经显示零零零。对，但是我们要除非二干，理智要低于五十，平时要低于五十，他才会进猎杀。你现在不凶他，所以你们。所以你们真的不带摄影机那个啊？那不用啊，带了、啊。要使用圣木。附上有刺骨哎、欸，最最说。我知道啊。我不知道。有看到你的嘴巴有白烟啊？真的吧？不用开灯啦，你灯开太多的话会跳电哦、喔。所以运动毯感测器不用带哦、喔。不用、啊。那我们要带什么去玩？很多啊。你们都带啦。嗯盐巴、荧光灯啊！这里有他玩的，这个是什么？他的毛巾有他是他丢的吗？没有啦，是啊，那个是他本来就有的东西。为什么我不能装上去啊？要按什么？按 F， 按 F 哦，怎么那么多键、嗯？还好吧，四五个。我要带摄影机，我要去拍他do something。嗨，嗨，还是我们可以把东西又丢到门口？不要丢里面，不要丢门口。我们在地下室哦、喔。来，现在不会凶人，你赶快下来。现在，这是业余，赶快。宝贝，我在你旁边。宝贝，真的不用怕。业余是什么？业余他就是，哎、欸，业余是五分钟无敌，对不对？对啊，对啊，就是前面五分钟你可以随便玩，随便骂他，他都不会生气。啊，他会生气吗？啊？为什么会有嘶嘶嘶的？地上的那个橘橘的通灵盒。
你忘记你昨天魔法阵的惨痛吗？他不在啊。我要怎么放那个摄影机啊？哦，昨天我有去问那个比较资深，他们说点亮魔法阵相当于在招惹他，所以你去碰他，他你还是会死。就是我讲了啊，昨天就是因为小鱼他跑掉了，我因为他没有拍到，我想冲过去找他，就碰到他就死掉了。有灵球，我要怎样？我不行了。按 G 啊！哦，你那个你手上相机啊，又不是那个。不是，我刚把你们调太大声了。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讲话。验证。Give me a star， 啦啦啦，给我个信号。给我个信号。哎，有灵球。有灵球。灵球。所以我们差的是。哎，脚印，脚印，快拍，快拍，快快快快，拍脚印，拍脚印，快点。那里有脚印。这里，踩过盐巴的脚印，拍。哦，还等一下，右键对，好，啊、哦、有了，就这样子。我们差通灵和点阵指纹其中一个。通灵和点阵，嗯，还有指纹。我们要按什么才会知道？选证据是吗？所以现在有脚印。脚印不算，脚印不算。那个不是，那个是鬼拍到的话，那个会加钱。我们有灵球，有含有刺骨，对不对？嗯，好像有诶。给我个信号。你几岁？你会冷吗？哎、欸，等一下，好像我看到点阵哦。什么？我点阵不是要在？车子里面的人看，沒有不用不用，真的、哦。那你先回，先、嗯、反正就回车上嘛，就一起看相机啊。我点东西，我点穿。怎么还有四号？四号是什么？那谁架的、啊？证据。韩林点证，幽灵。不对啊，幽灵。幽灵怎么了？不是通灵盒吗？还是我看错了？没事。哦，看到。现在几趴、啊？还很高、啊，可以进去里面烧树木。都很高哎、欸。哎、欸，它开始动了。嗯。你看这里。我看哪里？你们都在车上吗？对呀、啊，五楼啊。啊，对呀、啊。我不在车上啊。他带什么进去？圣木。可是我手上有照相机，这么给小鱼烧看好了，他没烧过、啊，他会吓死啦！你要这样吗？圣木还好啦，圣木现在是用来驱赶鬼用的。哎、欸，温玉驱赶鬼去哪？干嘛？所以我们现在是要看是什么吗？还是已经鬼很动？你们看鬼很动，动而已哦，又没有到死才要怕啊。啊，死才是幽灵吗？嗯，我刚刚是有看到点阵啊，啊，除非是刚刚你走下来的时候光照到我，眼皮还看错。我这边看是没有点阵，那我们还要试什么的？你可以把指纹灯照。拿下去照照看啊，看看有没有指纹。指纹灯，好啊，指纹灯。你已经烧圣木了？嗯，没有啊，玩蜡烛。没有，我丢了一个在地上，对不起。玩蜡烛。没看到顶阵，那继续玩。我来看喽。
光棒会没电吗？不会啊，不会。还是我们应该要关灯啊？我们有关灯吗？有。看到我在吐气耶、欸。嗯，是很冷啊，自古寒冷。有个东西飘来飘去是烟吗？烟？你是说那个把蜡烛熄掉了？你看一下黑板上白板上面有没有结束一个？我见证灵异。对啊，因为蜡烛被吹掉了、啊。可是他没有哎、欸，他说他还在哎、欸，那个任务二。那就不是这个啊，见证是啊，丢罐子那些吗？还是我待着？会死哦，不是鬼房哦。那就是现在是繁星最低61。还好啦，不是他不是有一个那个吗？十字架。嗯，我丢地上了。对啊，应该可以挡一下吧？对啊，可以挡两下。你好强啊，Joker怎么都不会怕、啊？现在鬼不动，好像没有指纹诶、欸。对啊。我的摄影机到底有没有开？有诶、欸，可是我那个乱照，对不对？这个是不是要换？哪一个？你在哪？这个啊，我在一个摄影机前面。嗯？你有一个摄影机是看墙壁，你要背对它。哎、欸，他丢东西。见证没有没有没有见证。丢锯子啊？哦，不是我拿的吧？不是啊，我可以拿墙上的东西吗？有些可以拿，有些不能拿。我按什么拿？请问那个照着柜子的、欸，他在丢东西啦，他在蹦蹦蹦啊。那个照着柜子的是谁？什么拿一个摄影机吗？我啦，我照的吧。这个啊，在看摄影。哎、欸，他已经踩了三个眼了耶。嗯。笔记本没有写。不要这个啦，走开。好多植物真难找。哎、欸，怎样？火熄灭了沒有，还是被我弄灭的？不可能啊，人不会弄熄。哎、欸，我、啊、可是那个任务还在啊。这我要看到他本人是不是啊？还是那个是要开水那种东西啊？你们有人下来吗？开水算灵异事件吗？算吧。自己开水不是。可是他在丢东西耶、欸。我要怎么把这个拿起来？摄影机。你拿了啊。没事，我拿起来了。然后滚人全部滚起来可以、啊。我要这样丢是不是？导演不进去吗？那个是什么？哎、欸，我死了吧？有人。没有，现在还没，现在三级。他唱歌哎、欸。他唱歌哎、欸。任务有吗？没了。任务有吗？有了，有点烧了。啊，那个就靠走了。对啊，他在我们旁边唱歌，然后刚好点声幕。可是他也没想到猎杀你的意思啊。不是猎杀啊，我们现在。你在讲什么？没有啊，猎杀不是啊，这就是灵异事件啊。他没有关门啊，他没有关门，我们没有被猎杀。我想哦，现身啊，对啊，现身，只是现身而已啊。可是刚刚我拿摄影机照的时候，他哎，这样，那就点阵的话就是幽灵了。哎、啊，可是你们说没看到啊？继续看啊。不知道哎、欸，幽灵。可是我们要低于25哎、欸。你看，他叫 M Barber。你要继续吼他哦。你的摄像头。我就说这摄像头很雷啊，没有用、啊。我又丢错了。不是啦，没有啊，这个不是啊，这是我放错地方吧？不是这个啦，这个是看，这个是假设我在下面看，啊、你们刚刚盯着我看就看得到我看的画面啦、啊。啊，我刚不是在那边东看西看、啊，你们没有看吗？没有，你要再去看一次吗？好啊，真的、哦。等一下，你要吃药，这是什么药啦？要降低25啊！我还要带什么东西进去玩啊？十字架，再带一个。你们可以在里面找看诅咒植物啊。诅咒植物是什么？嗯啊，破过塔罗牌那个吗？对对对 对，八音盒之类的，还有什么照妖镜、巫毒娃娃，太多了吧？这有点多、啊啊，召唤阵我是没看到了，而且召唤阵应该是会出现在地下室。所以我们要去找玩具玩吗？
小鱼进去了，进去了。怎么开灯？左键，左键。好。那时候番茄死在这边，快笑死。没错。我那时候在绕车子，他也跟着绕，然后要绕到他背这边。可是这边这边会卡住吗？啊，没有，我也可以走哎、欸。我看回放，我发现我是那种三星产品。没有，你不要开机就没事了。不要开机就没事吗？对，你手电筒关掉或是什么关掉都没事。哦，对，你是刚好。我们还可以带什么去玩、啊？嗯，我们还可以带什么东西进去玩？是每一场都有诅咒之物吗？对，随机的。还有，也可能有镜子什么的，刷看一下墙壁。我是诅咒之物，通灵盒。不是通灵盒，一个碟仙的那种吗？嗯，威加盘。哎呦，我哎、欸，我开的，我开的。啊你，我一直按奇怪的。啊、你车库有没有关灯？我没有關。不用不用，我在里面。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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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里面。我等一下关，我等一下关。你怎么怕？吓我关那么快，我出来了。为什么开它就会转电风扇、啊、不是很多都会这样的吗？现在都是这样不是吗？是吗？嗯、也太烂了吧！我开灯哦、喔，所以衣柜不能拉开吗？可以啊，拉拉开、啊。有些衣柜可以，有些衣柜不行。那怎么拉？按左键拉吗？左键 啊，然后就好像是不能开啊。那就有些不行、啊。你们看，你那个不行、欸，你面前这个不行。哦，你怎么知道我在哪里？他在看你啊！你不是，你刚不是一直追我们说没在看你，他现在看着又……那原来桶巴头没进来，桶巴头是爸爸吗？对啊，金主啊我是爸爸。好，金主问是 Sugar Daddy 耶 ，Sugar Daddy， 我忘记关灯了，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在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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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关我的。没有东西可以玩哎、欸，奇怪了，都没看到土豆植物，还是在地下室。对啊，我下来了，我看到了，撞到墙了。我是哦，有吗？我会不会等一下就死掉？不会啦，我看一下哦、喔。还别见吗？平时才61，还没过半。叫他名字啊。没有玩具啊！这地图的诅咒之物真不好找。嗯，有人关门吗？他吧，他关的吧，你就在他隔壁而已。可是他门没有关啊。哦呦。嗯。哎，半关是他开对不对？可是十字架也没有少啊。他不想杀人。我怎么丢 ？F F G G G。G 丢鬼房，不要丢入境，丢鬼房，要丢里面呐、啊。可是里面有一个啊，等一下、啊，你可是丢外面没有用、啊。我怎么捡？哦，一啦，对不起啦，等一下啦。F， 所以我刚刚有个摄影机，我乱丢。拍完门，看一下门啊，指纹，指纹有指纹，有指纹，找到了。哎、欸，拍拍拍拍拍拍墙哪里？啊，他现身是不是？没拍到。司机，快跑，司机！这口饿死了。这口死了。没有，他就甚至二十。司机没有关门。没有啊。司机，好，我们走吧。他还没有猎杀。哦，那哦降下来了。我来不及拍、欸。没事没事，不要死，死掉是最亏的。指纹，指纹，找到指纹了。怨灵。耶、yeah, ！我走比你快。他害怕任何火焰。指纹？指纹是寒魔吧？指纹是寒魔吗？你怎么是怨灵？怨灵是什么？哎、欸，等一下我点到什么东西？我点到什么东西？指纹、灵球、寒温、哦，所以是寒魔。你听到痛？没有，我刚刚我按了两次。
怎么卡？哦，你在看记事本啊？啊？我想问怎么在门口一直都不上来？我调东西啊。你小的性子怎么那么高啊？我没有很高啊。你们看一下。我看一下。好了吗？有好了。我只要选好就好了，对不对？对。对，就圈住他就对了。该走了。好的。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玩终极。他连前五分钟都吓得要死了，你让他玩终极？啊，继续业余。还是啊，不要，先不要取笑好，我感觉他会迷路。一定迷路哦。嗯。风能院。嗯。你疯了哦？我会没有，我会迷路。刚也有被鬼吓到。Okay.Go go go go！ 这样等一下我好了。哎呦，那会不会队友吓到你那个口腔？我们现在我的任务全部都是空白的，人家还没好，哦、都还没好、哦。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这个要吹蜡烛、采盐跟那个剪灵异事件剪。哎呀，算简单的是不是？桌上钥匙你都不拿，你们要不要每个人都带这个？好啦，拿啦，拿啦。然后拿什么？小鱼这边后面领第四，我可以玩大圣宫。你玩啊！哎呀，你玩啊！拿这个头套，头套。哪一个？后面这个，哪一个 ？OK。健身环，健身环。对，健身环。那我玩大圣宫，我还要带什么？笔记本。大圣宫就是我们不能使用任何东西，不然你会找不到。所以我不能，我走歪嘞。所以我不能用那个叫什么手电筒啊。可以帮我带照相机进来吗？我看到骨头。我没有带照相机，我因为我有带。那小鱼，好，我们一起走，我陪你 ，Go。可以可以。我只有前五分钟可以动哦，嗯、其余时间我都不能哦。这个先照之后再捡起来。这个吗？先右键，再点，再点一。没有，不会开门。我点不到啊。啊？这是地下室哎、欸，我先不要下去好了。现在可以，赶快下去，不用怕。是现在可以吗？番茄。啊？是两分半钟、哦。现在不用怕，前五分钟无敌。有啦，我刚刚看只剩四分三十秒，现在两分钟了剩。你是体感一，你是体感一秒十秒钟是不是？没错，我可以快喽，剩一分半喽。没有声音啊。就是要慢慢找啊，他可能会恶作剧或什么东西，你就会找到啊。可以跟他说话吗？可以激怒他、啊，叫他名字、哎，他会回应你。我忘记他叫什么了。哈利，哈利，大蛙哥。直接喊吗？嗯。按 V 对不对？哎、欸，对。厨房。厨房。他在讲话啊。Palace。2.9。还是你们刚刚开东西？没有啊。可是他刚刚在哈沙沙沙沙。哎，厨房没有东西了，还是他刚刚跟我讲话，所以才有声音。对啊。哎、欸，五级 ，EF 五级，这是厨房哦。对，厨房吗？ 7.1， 感觉是哎、欸，但不会是刺骨啊，那应该是厨房了。哦，可是我刚刚有人开门吗？没有，他在玩。哎，厨房隔壁这一。对啊，我是在厨房那边烤面包机那边找到他的。
反正都加加看吧，在那边。这个门是你开半开的吗？哎、欸，对啊，厨房啦，五度了，四度。七了，七了，刚刚七，现在降降回零了。那我放书吗？反正随便。有没有拿盐巴？放啊。有没有人拿盐巴？没有，你就看啊，场上就只有两罐盐巴，你看一下嘛。那我总共有多少罐？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用拿着大神弓了？可以了，可以，你可以收。乱丢，对，乱丢。烂东西。没关系啦。迷路，你要玩灯呐、啊！哎呦，没事啊，宝贝，我还要带什么？哎、欸，他踩过了，赶快战机，战机，战机，战机！我没有，我没有带，我没带，我刚刚拿盐巴。那我还要带什么？蜡烛，快点，快进来，快进来！我拿蜡烛，但我没拿打火机。那你拿蜡烛干嘛？不是要用蜡烛吗？你要打火机 啊！里面里面，厨房厨房厨房，去厨房就知道了。厨房在哪里啊？哦，小云豹来不来得及？有啊，会消失到了。没有，是有指纹的脚印。又一个了，两个都拍有用吗？这里这里这里，我到了。有指纹有指纹，有指纹啊！对，太棒了。那我放点阵哦。好。哎、欸，他画画。好，三个都找到了，是不是？没有啊，哦有哎、欸，对，哎、欸、有一个、哦、有一个，这个这个是什么？有啊，这一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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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记、哦、笔记，然后指纹 EF, 指纹，还有一个是什么 ？E F、哦、E F 什么鬼音哎、欸？可以跟鬼音玩吗？你要玩吗？可以啊，反正前面不用怕，不然还要，不然我们任务都解完了吗？我们任务都没解吧？没有啊，我们就只有让鬼采盐，我们还没让吹蜡烛啊，跟见证蜡烛我拿了，那我还要带，我还要带照相机吗？不用了，我没有带赖达。我拿，你可以带，你可以带照相机预备，如果他有现身的话，拍照不是可以多赚。他刚刚就是说蜡烛、照相机，然后我没有赖达、哦，对，哦，他没有赖达。那我刚刚应该顺便摆才对，我拿了，我放了，我放了，我放了。再放一个，嗯 ，F 按什么、啊？按 F。哎、欸，拍照拍照拍照，快拍快拍！哦，玻璃泡了，你有拍到吗？我拍到吗？看一下，检查检、啊、查。等一下，照片掉地上了。哦，你们见证灵异事件了。哎、欸、呦，你拍到鬼，良心。啊，这这这是什么东西啊？不要吗？那没拍到。有啊，你拍到了，良心。我有拍到。来来、啊，我教你看，你按 J。来，良心，按 J。照片，然后下一页，那个页页。有没有三角形点一下？有看到哦，可是我没看到鬼啊！啊，他就判定是这样，你有拍到啊？阿、啊、涵，我还剩一个照片的扣打哦。哦好哎、欸，我还有一张。哎、欸，不是还有吗？你们放了吗？放什么？我们没有点蜡烛。我点啊。哦。你有点吗？我点啊。那有没？他没有不见啊。等下吹熄就好。对啊。所以不用。我可以带两台相机吗？可以啊，不是，我们只剩一个照片的扣打了。哦，不是一台可以有五张、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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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很多三星应该都不是你拍的。那、啊、你下次要拍的话，就贴很近，越近越好。哦，我拍哪有那个笔记本我拍的？哪一个画画的吗？对啊。我有拍，好啦，你最棒了。没有你最棒啊！我们为什么外面拍了一个黑黑的？哪一个？脚印吗？为什么脚印那个不算啊？哪个脚印？重复吧。我拍了两张脚印，没有我拍一张脚印，为什么会有两？如鸡吗？不是，就没有星星的那个。那个可能是你的视角，我不知道你拍了什么。我直拍脚呢，我带东西进去玩。你说踩盐巴哦？对啊。嗯。我还可以带什么东西进去玩？请问。没了吧？哎、欸，他吹蜡烛了，你们可以回来了。哎，我看到小鱼 shift 了。对 shift， 哎、欸，可以跑哎、欸，真的耶。就微跑啊，跑一下就穿。
好了，全部拆完了。好耶！小玉，你进步了，我们看完更困难的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Joker进步了。有他在，那个、你才会进步。对，你要不要看他看他的圣旨？我知道啊，他也跟我们讲过了啊。五分钟，他只能走五分钟，五分钟后他脚就麻了。我刚刚很认真帮你拍啊，我没有麻烦钱，你说啊。有，你很棒，你很棒。选好了就走啊。那都都选好了吗？我的笔记总是主机，我怎么知道？好了，走。对啊，你看为什么我的那个，就是拍那个盐的那个脚印为什么没有算？不知道哎、欸。我是拍那个啊，脚趾头的指纹啊。80分，80块，耶、yeah, ！我有两等了，等于四等嘞。而且小鱼，你们前面几等不用怕，你们如果当金主死掉，东西不会不见。对啊，对啊，等级多少才会五等以后吧？没关系，调难度啊。我132等的，没人注意到我选什么地图。是什么 high school？ 反正番茄凯瑞啊，我换别的。那我也是只有前面五分钟可以走哦。我怀疑你那五分钟走进去，你走不出来。怎么啦？学校是大地图。对啊。哟，这么大了，太大我受不了。可是学校很容易迷路，不是吗？不会。好了。播完就真的不会啊！对，而且你走廊直直走，如果是一楼的话，走到底都一定会有门可以走出来。嗯，那个再按一次准备，我换了地图，所以你们又未准备。是哪一个啊？我也不知道，小房子吧，两层楼的。两层楼的。小鱼，我按呢。再按一次准备。Go。哎呦！你吓到我了。口腔内部吗？嗯。不用圣木采盐 EAF， 可以。喂，嗨，你好，要开台哦。到家了，不行了，这个世界对我好不友善哦。让鬼采盐 EMF。好了，五分钟了。你让鬼？敌人一秒五分钟。好了，西里，五分钟后开始哦。收到，这样子。好了，我进来喽。勇敢哦，前五分钟我都可以跟大家玩游戏。开门，我自己开门的、哦。啊，好黑啊！等一下，我等一下啦。收音机，要玩收音机。我去地下室看啊、哦。就说20度，哎，剩3分钟哦。哎，你们为什么已经在逼了啊？我吗？嗯、我在这一房，走到底左边，走到底左边，刚在那边逼的。没有啦，逼一下而已啊。嗯。嗯，不开灯。快了，我没时间了。嗯，还有啦。没了。有啦。就是说忘记带摄影机出门，好像是、欸。没有，通常都是先找鬼房，才去找摄影机那些东西出来。啊。地下室没有。什么都没有，不知道可以玩啊。厨房20度不是？好了，我没了。还有啦。没事啦，我在你旁边。你不要怕，你还有四分钟，你还有四分钟，好不好？我干嘛骗你啊？我这么想跟你玩，我骗你干嘛？我们还有四分钟，好不好？为什么车库有声音？我刚好像跳奇怪声音哎、欸。哪里？车库、啊？啊，不对，这里有声音。收音机吗？他玩收音机啦，又打开了啦。哦，我就想说听到奇怪的声音。他在玩这个收音机耶、欸，哪一个是收音机、啊？走到底，哎、欸，收音机这边温度有点低哦。那个
这间呢、啊？不是、欸，收音机在哪里啊？我关掉了。啊、这里，这里，这里。啊。六度。哦，在这里。对不对？两级而已。刚也在这里。嗯。所以他叫什么名字啊？忘记了。文玉吧。文玉。六度，应该这一间了。他叫做 Alex Rondes。Rondes。弄啥？阿伟。Alex Rondes。阿伟。哦，这游戏的诅咒植物真的不好找。他叫做 Alex 啊。Alex give me a sign 之类的吗？我是不是要关他的灯啊？等一下哦。要关灯才能跟他对话。关灯怎么关啊？左键，对不起哦，我对不到哎、欸，为什么？哦，对到了。有个灯泡的图。哇塞，五分钟过了。里面点四哎、欸。是谁？你陪我，跟我。我是不是可以不要那个啦？呀，刚刚喘气声是小鱼吗？我啦，我。你干嘛学啊？哎、欸，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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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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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哪间哪间呐、啊？走到底啦！你回去干嘛？走到底走到底，我们去拿东西。我要回去拿东西。你不用怕，现在无敌，现在无敌。我跟你说不是。嗯。我知道，我刚好回车上。还是你提前没无敌了？我刚回车上，好不好？我知道啊，我在五分钟已经过了。对啊，你刚刚一直说是五分钟没了啊，不是吗？所以我们找到什么东西啊？找到什么？韩温啊，韩温而已啊。这股韩温还要再玩别的东西，对不对？那我要带笔记本。对啊，脚印。哎、欸，笔记本跟什么？我指纹灯你们拿了对不对？我拿了。点阵，点阵是哪一个啊？黑我又忘记黑黑盒子，黑黑椭圆形的，黑黑椭圆形的，这个对对对对对对。为什么暗衣不能拿？哦，对不起，我手满了。你包包满了。对，我满了。我带了一个照相机。那你照相机可以丢啊。那我去丢在房子门口好了，因为我等下就等下比较近呐、啊。那我丢。为什么丢在哪？按什么？橘橘，老橘的橘。我按丢，我丢了，我丢了。醉醉在那边喊说：“可是我看不到你打什么，醉醉，可惜。我只想看我自己想看到的。我要拿什么？那个黑黑的点阵，点阵是要放在他的那个门口吗？没有啊，掉在地板上那些都可以。所以他现在不会亮是正常，我不用开。你要贴着，你就把它放地板上啊。你想想看，它是地雷贴在那边，它可以放在墙壁上啊。Oh.”哎呦，为什么一直喘啊？我在跑啊！哦，是你，哎、欸，他踩岩了。我已经排好了。哎、欸，对好角度。放在哪里？这里吗？正中间啊，放下去。蹲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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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低按 F。这里吗？对，放下去。F 没有动啊。你看有没有个透明的 F？ G, 不是、欸 F，你对着地板，我捡不起来了。我来，我来，我来。我捡了。你这两个都拿走了。F， 啊，在比比较。也是 F 啊。F， 哎、欸，不是，我又按错，你要对不起哦。点对着地板，对对对对对。我不是没耐心哦，我不是生气哦，我只是五分钟过了会变这样子哦。天哪！小鱼，你敢不敢再走进来一步？嗯，乖。哪里？五分钟结束了哎、欸嗯，我知道啊。那、欸、你怎么还敢进去？我捡什么？哦，我的，因为我知道他在最里面那一间，这里在位最完美，我可以。你好像会玩的呢。不，我知道你们在玩什么，可是我不敢玩就是了。还有另外一个画面啊。那我要拿什么？嗯、都看过了，目前没反应。那就灵球一定没有啊。是看通灵盒吧，走吧。走吧，我一盒放在哪一个、啊？我放在外面了，房子外面。我刚本来想要拿进去讲话，可是我怕，所以我进去一半我就出来，然后丢掉了，丢在地上。那里他们捡了吧？这个，橘色盒子啊，哪一个橘色盒子，橘色，这个，对啊，对，哪一个啊？哦，你在闪的这个吗？这个，对。对啊，要跟他讲话才有用，对不对？没错。
尼尼尔赛。那我不能讲话啊。给小鱼啊。尼尼尔赛。两个人有用吗 ？Where are you？ 你关我吗？不是不是，我想给你。不是这个，有时候要一个人或两个人。好，现在换他。去、欸。我丢了一个。尼尼尔赛。尼尼尔赛。哎、欸，他写东西了，写东西的声音，有吗？有，他写了，他写了，他写了，拍照拍照。然后东林和叉叉没反应。他给我，哦，有，这边有，这边有。我拍不到哎、欸，给我一个信号。为什么我觉得看起来很不清楚啊？不用理他、啊，有拍到你看一下，检查一下嘛。啊，你们先去啊，我去外面检查看看还有。给我一个信号。没有，没有，担心而已。来看看哦，现在有刺骨跟笔芯，嗯，恶魔、亡魂、暗影，应该不是恶魔啦。恶魔是不是很硬啊？恶魔70%就会杀人了。对啊，还有，所以是鬼魂或暗影。那鬼魂或暗影要玩什么？好啊，看一下。指纹吗？等一下，暗影是 EAF。鬼魂，鬼魂，鬼魂，亡魂是灵球。鬼魂还亡魂？亡魂，亡魂，亡魂跟暗影，亡魂灵球啊。然后恶魔是指纹。一，恒温。EMF 也要五级。哇！那我们要去拿东西来玩。是不是暗影？我希望它是暗影，这样就不会进入猎杀模式了。没有，他会。他说他是比较不会而已啊。对。哦，那算了。走啊！我还可以拿一个东西，为什么？哦，没事，我三个了。我刚看到那个布娃娃动了一下，但是碰了一下那布娃娃。干嘛？找指纹。他会玩吧？他刚刚那个。走，找指纹，找指纹，冲啊！那个，收起你的温度计。温度计没用了，好吗？没有说小鱼。啊，我说温度计没用了。一直杀杀杀是什么啊？那个通灵盒吗？对，关掉啊，可以关掉。不是我们，可以关掉了。就床上那只布娃娃。有吗？有吗？你觉得布娃娃上会有指纹？我没开，对不起，我没开。我是觉得不会啦。觉得没有。点阵可以帮我拔掉吗？既然不用点阵的话，就不用在那边照亮。点阵怎么关？捡起来。啊，好多了。他说在鬼附近使用圣木，哎，好，我拿一个进去。你要来了？啊，打火机顺便哦。打火机我没那么多空间呢、欸。你就把温度计拿下来啊。对啊。因为我看到指纹呢、欸。在哪里？没有，我说没有看到指。我们在吐烟是吗？这是寒温啊。刺骨寒温就是这个啊！我进去吗？可以，我没有喊。进去啊！看你啊！我进去了。敢不敢进来啊？我闭着眼睛玩可以吗？你会撞到墙壁哦！你来啊！你闭啊！你告诉我，你开那个，我不要。那我现在要怎么办？这个没有指纹，我丢，先丢地上。干嘛？那还有什么？你知道啊！灵球跟 EF。零球跟 ENF， 我没有带。这个怎么用？等一下，现在声音太多，到底现在要听回答谁 ？ENF 在地上这个，黑黑长条形的。啊，这个跟他说话吗？不是这个啦，这是通灵盒啦。啊，对不起，那我丢掉。ENF 是这个，他会自己想不是吗？对、啊，他会自己想啊，可是也要有人注意到才行啊，不然他刚刚只有带三颗星而已啊，三个灯而已。啊，小鱼说什么？这个十字架怎么用？丢地上啊，丢地上就好了。拿着丢地上，丢地上，丢地上。你不是带圣木进去吗？怎么变成十字架？啊，圣木是什么？十字架是什么？哎、欸，十字架断一半了。哦，他猎杀过一次喽。所以，哎、欸，指纹找到了，指纹，你可以拍吗？哦，墙后面可以。有吗？快跑哦！在拍指纹呐、啊，哦，不然你进来，有了金主你进来，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Yeah. 金主，我们现在不能看，金主看一下好不好？很紧张，金主，
现在是恶魔，他现在没有想要猎杀。快跑快跑，恶魔很凶，快跑快跑。是贼。你先出来，死了才能拿钱，快点，先出来，先出来。那些任务只是支线而已。好好好。死了才能拿钱。对，你死了之后钱只有十几块而已，跟、啊、跟八十几块差很多。对，是指纹。哇，恶魔哎、欸，好凶哦。哇，如果是恶魔的话，就有理由为什么十字架会先断一半。害怕十字架，靠近十字架会降低攻击性。所以我，对，看到了，哎、欸，有哎、欸，指纹三颗星。哦，金主不是叫你帮我们看？嗯，看什么？指纹啊，我们的照片。哦，我们刚传给你的 mail，M E C C， 看完了啦。有，我理智好低哦。一样啦，一样啦。哎、欸，这次是我理智最低的一次、欸，我说真的、嗯。你是我们之中理智，哦，番茄，我比较高。番茄好扯哦，番茄。我在车上观察，观察你们有没有偷懒。小鱼，你赶快赚钱，你赚钱就可以待在车上了。对啊，当金主就可以待在车上了。你抢我把手电筒丢掉，不要回来。没差、啊。你要走了啦，他走了，你要进去哦。选好了吗？好了。啊我学好了，好了，我哎、欸，我发现一件事，所以现在笔记本上面可以看到任务、欸，哎，然后也可以看到他叫什么名字，而且还回应所有人。对啊，對啊没错啊，没有，主要是因为现在是简单模式，他会跟你讲说会回应什么东西。啊，我们之后、哦、我们那时候都在玩那个困难。我们今天的我们只有45块。啊，因为没有做到其他任务啊，骨头嘛，你看骨头没有做到，然后那个支线也没有做到。没找到骨头啊！喂，干嘛？我要跟你们讲一件很扯很扯的事情。太太可以讲？可以啦，可以。好，那我们先开始。嗯，就是啊。你离职了？我刚没有这么好赚的工作啊，不是那个那很扯，这时候我更爱我工作，我爱我的工作。没有啦，真的工作好不好？我们没说，我们是说。我们都是说工作啊，干嘛？我没有说你什么、啊，就是那叫什么、啊？哦，我刚配了一个人的眼镜，他配了两只6万块，好好。今天才5月2号，该把他介绍给我吗？对啊，他男的女的？女的。那、啊、我可以啊，我可以把他介绍给我们，我们可以。男的只有两个可以，女的我们大家都可以。他是老师。那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可以，可以。那齐顺几岁？大概60年次。那我还是可以啊，才40几岁。那你加油。麻屁呀、啊！那我40吗？我70年次，不是70，我77年次的、欸。我的，哦。但我丢出去，我找不到我的手电筒了。哦，在这里。支架。我可以声控九口吗？我已经的。他似乎会回应所有人哦。钥匙帮我拿一下。你每次都不拿，电脑桌旁边。我拿。我想有人会拿。那就是你呀、啊。啾啾。哎。Anderson。哎、欸，我计时了，我剩5分钟可以玩了，我要快点先玩。哦，这个离车好近哦，这好吵，我不然开太大声了。我原本是想要跟 Juko 说，你可以带一个照相机，一个温度计。你来教他玩。然后带了大神功哎、欸。没关系，大神功温度计折一就好。但是因为他你们现在玩的是小房间，大神功没什么用，因为靠太近啊。丢掉，垃圾。还是可以用的好吗？还是可以。你玩点，你玩点续托嘛。看的哦、不行，上面太多房间了，我只收间，我不行了，我下来了，我这个无敌无敌，你现在无敌。那无敌，我心脏不是无敌啊，我本人无敌。我要怎么开门？秀，我忘记了。左键按着，左键按着。还是这个门是不能开的。对，有些门不能开。对，那是后门。那后门。
那个出去就那个出去就没东西了，剩二楼没有收。我再进去一次。啊，就跟你讲。说他在恭维耶，刚刚他在恭维。因为你拿大声恭，所以你不能换。我要找他在哪里恭维是吗？你要慢慢转。骨头。嗯，在二楼走廊。我不小心拿了笔记本出门。没关系啊，你可以找到，然后就顺便放。在哪里骨头？我二楼，二楼，二楼。所以我会说，就是如果你们那么多人玩，你可能就是至少一个人拿着相机，或两个人拿着相机，因为你手上除了温度计、大成功，其他东西没有用。小玉，你在哪？这里。小玉。哦，对不起，刚刚我没看到啊。地板。我捡不起来啊。完全没有哎。我捡不起来呢。他又说话了。在哪里啊？我听在哪里？我刚刚在走廊听到他讲话，我都听不到啊。那你要看你的大声公往哪边找？他没有公文，没有，现在没有公文，我找不到。所以你要找啊？你就慢慢转、啊，你就站在原地慢慢转，然后有一个地方它的那个数值会很大，所以我不能走太快吗？你的画面不能动太快，要慢慢微调。动太快的话，它会。比较可是我刚刚不管怎样都是在这附近他讲话、啊，该、欸、不会在厨房吧？九度哦，餐厅吧，这里这里，他在那个厕所这边讲话，对啊，他就一直在这附近讲话啊。哎、欸，厕所厕所厕所鬼厕所鬼，一楼厨房旁边。哦，笑了。哦，好窄啊。对啊，玩个屁啊！那我要放这个这边，哎、欸，丢错了，按 F。F 为什么不能放？不是啊，开始掉地上哎、欸！你要蹲地板，蹲着，然后对地板，你一定要看到它的图像是比较正的书打开来的画面，你再按 F。好哟。嗯，然后你可以先拿着那叫什么、啊、V 八，好近哦！你可以拿 V 八，然后直接开夜视模式，在里面直接看。有灵球。还没三分钟，我先丢，我快跑，我快跑！我要拿 V8 是不是？拿了，没 V8 不用了，灵球拿到了。你就接下来，接下来不用拿照相机，你就是把它搬进去放着就好。嗯，没事，他在我这边哈了我一下，我知道。她是一个小女孩，搞不好人家很老了、啊。哇，妹子哎，我要。搞不好她，哇，200多岁。妹子，我要。啊。没有啦，跟他玩啦。你要跟他哦，我要跟他玩。欸、拍、嗯。可是点阵仪这样拍着看得到吗？可以，反正没关系，可以。你有拍就好。对。我只要对着那里拍就好。对对 对。女妖寒魔幻妖。你在里面吗？我在外面。不是你啊，我是九口啦。我在里面，有拍到吗？请帮我看一下。有三星，很棒，你很棒。耶、yeah, ，我好棒。我，你要给我什么？没有啊，我在帮你弄这个。啊，我还要玩什么？然后点点阵 EAF 跟刺骨寒温，三个其中一个。刺骨，等一下、哦，刺骨要玩一点。对啊，可是就可是敏捷指纹，就可不能喊通灵盒啊。对啊，把点阵放在外面。点踩了，我啦，怎样啦？不行吧？点踩了，是你踩的吗？经过他没有没有，只有鬼会踩到眼。你拍，有吗？我看给我个信号，烟台有三星，你听得到吗？你是聋子吗？哎 ，EF， 哎，他回你了，他回我了，他回了。那个通灵盒，好吧，你要玩吗？给你玩玩看。我的麦是不是不，他不会跟我讲，搞不好可以玩、啊。外面下雨哦。可是三个证据合起来没有鬼啊。所以有一个是假的啊！你的灵球是怎么看到的？我拿着摄像机里面进去看到的、啊。然后，那刚刚第二任务那个是谁？指纹跟指纹在门在那个，可是有照片啊！你看照片。对，是我的吗？你这是主机？哦，这是指纹、欸。对啊，那哦，那就是我的。对啊，就是想说你怎么那么快找到？我想说拿着摄像机里面看到一颗球在那边飞啊！那、啊、你现在再看啊！是刺骨寒温之类的，
不是不是，他真的是一颗球在那边飞。紫文，那我们看现在剩下的谁？骚灵、灵魂跟幻影。灵魂、幻影，以及紫文是笔记啊、哦？没有没有，我看有笔记，还有一个什么灵魂是赤骨寒文，跟谁啊？灵魂。灵魂啊，骚灵，骚灵是指笔记，是笔记。灵魂是赤骨寒文，还有一个是谁？幻影。那个我刚刚是在外面讲到话的，所以应该是在外面。对啊，这是灵球没错啊。那我刚刚通灵盒确实也是有啊。啊？那所以就是指纹也有啊。可是他的那那是假的吗？来来来，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再来找指纹嘛。那教主，你看看，你把这个拿起来看一下，后面这个，然后在里面稍微看一下，应该不是我影像。你要把那个手电筒关掉哦。不是这里，你看你看，我看，你看我这边。没有啦，嗯。我说指纹哎、欸，门上面那个、欸欸。刺骨寒温。所以那个不是灵球，那个是刺骨。我在喷烟了，我在喷烟。我们靠灵球啊，那就是赤骨寒温、啊，嗯，那就是寒温啊，那就对了啊。没有灵魂，没有灵球，因为灵球我那个摄影机有架一个嘛，在外面啊。我没看到啊，在车上的。对啊，那看来是我这边错误了。我也在吐烟呢、欸。对啊，那就是了、啊。灵魂，听说灵魂有六根。可是这里好热哦。哪里？哦，有 F 五。负点四，你可以负四点九。你叫谁？我可以看一下。对，那个叫做负七点七。对啊，是啦。但是我知道为什么我看得到灵球了。你说、啊？你看一下，你看一下灵魂的那个落点。对啊，我刚刚看到灵魂的落点，它啊，你是说很难那个吗？不是，它有灵魂，它会又让人看到。哦，据说有人在它附近看到了灵球。对啊。哦，是搞混你。哦哦，那我们还要解其他任务吧，不然没有钱欸。对啊，指甲。啊，我丢指甲了，很小欸。你丢在那个里面吗？里面外面都丢一个啦，我都有丢啊。我的照相机。我没拿。我里面已经没啦。我丢一个在，我丢。丢在厕所里面吗？不是，丢在厕所外面一点点的地方而已。嗯，我去跟他玩一下。嗯，之前发现那个什么也看得到、欸，哎，就是你看镜子看得到、那個。给我一个信号。我丢，你看地上那个我丢的。我知道。你要丢进去吧，他在里面。可是我刚在外面跟他讲话的、欸，哎。我刚刚是在这边照到负七点多、這個。我知道啊，但是我是在外面跟他聊到的啊，所以要找啊。他太小了。你是男的女的？你有性别吗？你几岁？我用这个。你几岁？番茄，你等等可以不用买头戴式的。不是啦。好了，我不要戴啦。又有指纹了。有了吗？从镜子看到指纹诶、欸，你看镜子。就是这里啊，这里的，就我刚刚拍的、啊，因为我想说很奇怪。番茄是白痴、啊，我好像走到诅咒之物了。哪来玩啊？哪里？不要玩。我不知道，好像是又好像不是。我不是白痴。哪一个？我们去找。哦、在二楼这里。你拿下来不能拿吗？它是一个镜子。哦，是镜子哦。那我们去找。感觉是又好像不是。看一下。这个、啊，这东西是摆在这边的吗？哦，对啊。怎么了？是吗？怎么了？在厕所里面有个书柜，有个镜子。不是合情合理吗？他会怎样吗？镜子要怎么玩？怎么玩？我也不知道，我第一次也是看到。对对。厕所灵球，厕所灵球。没事没事，那灵球假的，不要理他。如果你找到这面椭圆的镜子的话，可以用它寻找鬼魂常出现的房间。我们已经找到了。捡起来必脚托，它可以捡，可以捡。它可以捡？那你捡？啊，我捡一下。试试看。哎、欸，九级咯。一不能捡啊。嗯，好吧，那应该不能好。奇怪，你是啊，理智都很高，不用怕。哎、欸，闪了。
湿了，湿唱歌了，湿了，湿了，又降了，又降了，又降了，现身而已，现身而已，没事没事。哦，没事。番茄，我们要走吗？会回来啊！你是金主哎，你该走了。那个不是，我真的找到诅咒植物了。这个正在搞。你真的拿在手上哎。对啊，你看。哦，是椭圆形这个、哦，然后嘞，怎么玩？怎么玩？我不知道哎、欸。他说要搅和他，你们要进去里面搅和看看吗？搅和。上一关我有找过这个。不是不是，我看他怎么玩。他是生在很奇怪的地方哎、欸。哦。我知道上一关。他好黑哦，欸、他好玩哎，就、欸、给你拿，就给你拿，给你拿。怎样？拿怎拿拿就对了。你先东西拿出去，东西丢出去，丢一个东西出去。对对，你看，看蓝呢、欸，不知道。对啊，啊要看什么东西？你靠近这边看看。他们干嘛？不是应该要你要有画面吗？没有东西、啊。我现在看也有啊，蓝蓝的。你看，你说我拿，你们也会有画面。对啊，蓝蓝的啊，斑马纹嘛。没有东西耶、欸，还是我站起来。他、啊、不是矮子吗？那我们走吧。没有东西，超级歧视哎、欸！我看漫跟他讲说，哎、欸，你不是矮子吗？哎、欸，九口叫什么花？嗯，要讲话那个镜子才会有用吗？我不知道。拍照。他说你要激怒他不是吗？激怒他，激怒李维哦。哎、欸，矮子。对他按右键可以吗？哎、欸，矮子。或是使用之类的键。那我刚刚没有声音吗？啊，哦，不是。按右键会看到他在哪里、欸，给你玩，给你玩，给你玩。好好玩玩玩。哎、欸，那个会降低理智哦，小心点。你按右键，他会跟你说他在哪里，他在厕所里面。好好，如果你剩九，我爆了爆了爆了，完了他生气了。如果你爸你回来，对不起啦，孩子，我死了。没有，死了。那个。他的肾值这样子真是有多快的？爆不到，我没有拍到哎、欸。不是，那你拍我尸体。没关系，没有，不要不要不要，他现在有无敌时间，现在有 CD 无敌时间，你来拍我尸体。我在厕所对面。只是叫还没用哎、欸，我在厕所对面。我知道我刚拍了你，有分数吗？有。没有。我讲一下，那个谁，番茄虾是你玩的时候，你按一下右键，他跟你讲说鬼房的那个样子，然后他。阵子是大概掉25到30左右，就跟那个啊通灵盒一样，哎、啊、不通灵板一样啊。通灵板，其实蛮好玩的、欸。哎、欸，这个好酷哦！这是来玩啊？啊小云要不要用一下？平均理智低于25哎、欸，你们要不要进去啊？我因为你进去玩那个玩两次，然后就掉了。我跟你讲，你站在门啊，他那个坏掉了，玻璃坏掉了，没办法玩了。啊，没办法、啊。我因为你关着灯，然后站在门口。看他关门马上出来，我不管。不是你站在一半，站在门的一半。不不不，门口你就是离出口那个位置就好。真的假的？然后关掉灯，你只要在暗的环境下，他就会掉理智。我陪你。所以我怎么样？不行，我进去是不是很容易那个？你站门口，其实不会，所以要理智最高的。他看是看平均值。然后嘞，我进来，然后嘞，你就蹲在门口就好了。关灯吗？这样吗？那我帮他开灯不行吗？还是可以？这样可以吗？啊、这样可以吗？你再退一点点吧。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退啊。你有掉吗？头没头？你看一下。不是，你站一半，你不要马上冲出来。这样吗？对对对对对。不，进去。你要听到里面的环境音效声。有吗？有掉吗？有这样，那么一点点。有这样，那你站在这里就好了。对，你站在这就好。啊，如果关门怎么办？啊你看着门哦，门再开始关，你就直接往后按退出来就好。你现在背对门，你要看着门。我看到没有吗？你看还没，就是看着走廊底，这样往前面看。对，我在看，我在看。他的门不是往，干嘛？他的门快关的时候，你就可以往后直接按退就好。他在关门前，你退得出来的，你放心。我就看你有踩进去吗？你他有啦。他有啦，他整个进去了。哦，有了68。你不要每次吓他，你看他跑出来了啦。你吓他出来了啦，我帮你丢荧光棒。你进去。番茄一起进来啊，一起降啊。番茄，你的理智还行吗？28。我28。你们两个一起降、欸、好吗？一起降比较快。有口都领了。我们的十字加在哪里啊？两个都不在厕所，没有消到啦，因为刚刚我试完那诅咒之物激怒到他，
没有，我突然发现，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用站在那么近的地方玩？因为它是显示说它在哪里。对啊，不是，我刚刚是要马上拿掉，拿不下来啊。哦。对啊，我刚刚是丢不掉，然后就突然爆掉，我就跑来抓我。你进进出出，它会回理智哦。哦，是哦，好吧。我先进去看吗？我可以帮忙看啊。就靠零了啦，没差，你就在里面啊。对啊。干嘛？猎杀哦！你们不要关门！猎杀！猎杀！猎杀！你们猎杀！你们我怎么办？小心走！你往楼上走，往二楼走，手电筒要关，手电筒要关，手电筒关掉，往二楼走。他往上走了，他往上走了。有人的手电筒没关哦。我的吗？我在外面呢。哦，他左转了，他左转了，他找到房间了。哎、欸，小鱼死了。啊？你死了吗？没有吧？没有，是我。哦。哎、欸，我们金主死掉了，怎么办？我看有事。金主还可以买三跳 gay 可以吗？金主在那个灯破掉以前跳 gay 就好。小鱼飞出去了。他死了。那你要跳 gay 吗？小鱼也死了。你不用了、欸，不用跳了。哎、欸，其实跳好像会赚很多。哎、欸，因为我在帮你开嘛。等一下。等一下，他又猎杀了一次。等，九口你不能死。猎杀了。九口你不能死，九口你不能死。没办法开门。我不敢看的，我不看画面就可以了吧？你说灯破掉是什么意思？你是说被抓走灯破掉之前重开游戏吗？你就是欸、还在闪呢、欸，你就是知道你自己要死了，你就直接离开。哦，那来不及了，金座。没事，我可以买三套工作。可以离开游戏吗？等一下，你现在门还不能开。我很怕，我不行了，我很怕。就在大门那边一直按门，一直按门。对啊，我现在就是不能开，因为我的手电筒一直闪。对，就是暗门，就是、可以了，可以了。制造声音，往下走。我可以开灯了吗？你可以开灯，你往下走。我来找你，来，走走走走。这里。好玩吗？我把门关起来了。超级不好玩，这样是什么？好玩的，对不对？超级好玩的。我晕的理智还没有，哎呦啊，降过了。我们要怎么办？我本人理智要零。那么吃个洗脑丸啊！按你的 J 把那个鬼魂按好就可以关门了。对，选好了吗？我要怎么关门？按车子旁边左手边有一个东西，按一。有人说来得及逃，没关系，要多试几次。不过他怎么找到我啊？我明明躲在二楼深处、欸。他超好笑的哎、欸。他还会转弯看一下门后面。真的假的？我躲在门后面。多欸、你损失一千多？没有，保险金一千多。哦，有归还啊。还好是玩简单模式。可以了，可以了，十二点了，番茄不行了。还没啊，还没十二点、欸。我因为我跟你说，你刚刚蹲在那个门旁边啊，他的门不是往里面开的吗？什么？就是。你们的大门不是是由右边往左边开贴门这样开吗？对啊。对，然后你看到那个门开始在关起来的瞬间，你就是直接按 A4 直接退出那个大门。我们以前在蹲。我没看到啊。我跟你讲啊，现在新手你跟他讲这些，他当然会怕死。可是 Joker 在旁边帮他照灯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可以直接出。没有。刚刚结果是站在外面。没有，他们刚刚是我走掉了。对，我走去外、哦，没有，我刚刚去看他们理智，他们就被关门了。对，哦，所以来不及。哦，因为我这边的画面已经很晚了，所以我不知道。那你看我，没事，不用。我开给你看，没有没有。好，那你看文玉。不是，我要。他要去工作了啦，他加班了啦。废物，废物。好了。来，快去，快去，快去洗澡，去，拜拜。再见。是我们刚刚选过的房子吗？这不是，不是。我刚刚是什么 W I L L 什么的？我上一张了。我看不懂英文。我看不懂啊，我以为你懂哎、欸。我不懂。他还不懂。永远不懂。因为我没有按准备。
我去一楼放个东西哦，等下你们可以先开始。你是说鬼房一楼吗？没有，不是那个，那个有点恐怖。那这间在哪里？嗯，他叫做苏珊。海岩。苏珊。哦。苏珊·戴尔。拿这个，拿这个，这间很大吗？都小的，都小的。等小鱼真的敢玩，我才想要玩中等以上。所以我带，那我带温度计好了。好了，我五分钟了。嗯，你看一下、哦。我跟你一起走。跟西旅说，快点计时五分钟。没有，我五分钟，不用你陪我，啊、我有五分钟。好，那你自己来。你可以跟西旅说啊，五分钟后提醒我。他等一下叫出声音，我会怕，所以我还是不敢。他叫。屁的！他这样叫我就摔手机。告。我还告爆那个 Apple。开门哦！骨头，骨头这里。开门哦！骨头这里，刚刚厨房，厨房旁边。你在哪里？我在厨房旁边，小鱼这边，小鱼这边。等我。有带相机。有。我有。啊，小鱼也有。好，那温玉带，那温玉呢？好，点哦。我点不到，每次都。我来，我来，每次都，每次都我来，每次都我来。厨房这边温度偏低，没有啊，十几，对啊，十几啊。还有地下室，下楼。我再玩下去五分钟时间。怎么了？你会怎样？做噩梦吗？我昨天晚上真的做噩梦，不开玩笑。我就是没有很恐怖，就是也是会吓到的，吓一跳的那种。他就是气氛呢、啊。还有三分钟，你可以来。地下室的门，嗯，有人开半开了吗？因为我刚刚是整个推开的。哦，那他可能经过了你。哇，这边呢、啊？这边比较低、欸，天凉哎、欸。这里9.8。你在哪里？又是厨房吗？厨房。那我去拿别的。感觉不是刺骨寒我，我不要不要这个了。回应所有人。还有两分钟，反正我忘记看任务是什么。没差啦，任务是先找到鬼房再说。哦，对，就是可以开灯，让那个室内回暖，会更好找到那个鬼房。哦、因为我们都没有开灯，对不对？先拆在这边吧。可以先放啊。E F， 我再捡起来。要拆烟。好烦哦，我真的是障碍耶。是这里耶。真的耶。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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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了！照一下，照一下。对不起。嗯。帮我捡起来。我来。我自己放一下哦。我用E F F。你们有交上有吗？有吗？有几星吗？没有。哎呦！哪里？你们拍了吗？拍了。
那我不拍了。那我摄像机可以架哪里啊？有欸，三星欸。你可以的话用脚架，然后架在就是脚胶，然后往那个类似鬼会出来的地方，这样子。哎、欸，嗨。番茄回来了吗？为什么又有一个黑妹？嗯，可能你们刚刚选到吧。叫还有什么？这是什么啊？我忘记我拿了什么。我回来了。这是什么？这好丑哦。这什么？运动感测器？减震仪吗？运动感测器。我拿到脚架了。那、啊、你那个拿 V 八放在它上面按 F。哎、欸，小鱼，你没拿到脚架？你回来，你回来。有这样，你只要切换道具就会掉在地上。你拿个 V 八的时候，你直接可以直接架在脚架上。对啊，我要跟他讲，我要教他。好，我怎么拿？这个要怎么用啊？这是什么？所以不能切换道具。这个是贴墙壁上，贴墙壁上。贴墙壁。对，啊，小云说什么？啊，贴哪里？不能切换道具。对。如果拿了这个，然后来放这边吗？我在，你可以把 V 八放在上面一起拿，一起拿。哦，是哦，那我现在放这边吗？可以。啊！我要用通灵盒了。等一下。啊！没事啦，他可以回应所有人，不用怕。咪咪尔赛，咪咪尔赛 ，Where are you？ 我怎么架上去？你哪个 F？ 运动这样是反的耶。欸、你就背对啊，背对墙壁放啊，不能面向墙壁放啊。哎、欸，你走出来了。他没有回应我、啊。找东西拿吗？他。还有什么可以玩？多放一放啊。来，小鱼，我教你。对，这样子。动过了。按、啊。哎呦！什么？没事，出现而已。你要拍照？你怎么跑第一个？啊、哦！你怎么不是先拍照？我没相机。好，那你先跟我讲，不是，刚那个鬼出现的很快，他第一个时间往门口走。不是，那个鬼刚往我们两个这边冲过来的瞬间，小鱼就低头，然后往门口这样钻出去。他说要运动感测器耶，我放了，我也放了一个，可是就等他经过啊，可以，生存能力超强的啊，我真的，我知道啊，放哪里？一定要放墙壁上是不是？对，那我也放这里，再放一个，我的喘气声啊，太可怕，给我点机会行吗？没有笔记耶，那就没有带指纹进来。我是不是放太高啊？是哎。你要想说鬼会怎么移动啊？会从哪边走啊？有哎。那有什么？好像都没找到。有灵球。有哦。有啊。他说我们要放罐。运动感测器解任务是吗？有啦，结束了，运动感测器碰到了，对。灵球。那我们还要放什么？点阵仪没有什么？没有，都要找啊。要有灵球而已。我想要玩指纹的那个在哪里啊？指纹？哪个指纹？你说紫光手电筒、啊？是、哦、的。嗯。对啊，去找。过了我的黄金五分钟时间了。屁嘞！这只要低于25，我天哪！那你站在门口就好了。好了，我在门口。关掉手电筒。塔罗牌，你找到了？哪里？你好棒哦！我们来玩。好棒哦！来给你们玩。等一下我先出去外面看一下塔罗牌的效果，你们再玩。复活队友啊。然后还有直接死掉啊。对啊。可是我没人死。没有，他说好像可以先用。没有，他是玩一玩，然后会直接死掉。真的吗？哦、嗯，他好像有一个是直接死掉的牌，不是吗？我怎么那么厉害啊？
他说沒有、就是、每副牌包有十张随机牌，都有不同的超自然属性，抽牌的玩家才会造成对才会造成影响。哎、欸，那小鱼你来抽啊？在哪里？怎么抽？没有，我的意思是你这样可以降理智啊。那去哪里？怎么玩？你去找番茄。这里、欸，地上这个，地上这个。那应该是怎么抽？捡起来啊！好像没有指纹呢、欸，笔记也没有。你不要拿手电筒，欸、你不要拿手电筒。没有啊，然后呢？我右键吧。你出现什么 ？Dead， 死掉了。你死了啊！直接猎杀了，完了。哎、欸，怎么是我啦？哎、欸！我要出去。哎、欸，死的是我哎、欸。我要出去。哎、欸，死的是我哎、欸。而且我有拍到鬼吗？我要出去。死的是我哎、欸。我有拍啦。哎、欸，我的摄影机不见了。我死之前有拍啦，等一下。我怎么还在闪烁？啊！又猎杀了。小鱼往楼上跑。哎、欸，不是。没有啊，没猎杀出来。那他刚刚有啊？我刚刚闪了啊。没有闪，只是可能现身还是怎样而已啊。哦，那我拍到鬼吗？我看到鬼影在厨房。伏击塔罗牌为什么是拍到塔罗牌？白痴哦、喔！有指纹哎、欸，为什么有指纹？白痴哦、喔！哎、欸，我乱拍的哎、欸。那有指纹啊？灵丘指纹是女妖、寒魔跟幻妖哎、欸。哎、欸，你们刚刚除了指纹还有什么？没有了。哦，灵丘。灵丘跟指纹。ENF 五。寒魔有刺骨，寒魔要很低耶、欸。我们刚好像刺骨还没有，寒魔撇除掉吧。然后幻妖是 EMF， 嗯，女妖。啊，我没拍到鬼，啊，剩一张。每次只锁定一个人。哦，我觉得女妖可能性好高、哦。用收音器，你要不要拿收音器玩看、啊？这个只有一张。我要拿什么？文玉是不是又不会动了？小鱼没躲到我后面啊，他转过去好不好？没有，我说文玉是不是又不会动了？没有啦，醉啦。你要测试什么？为什么你的扳手不见了？没有，因为你之前 ban 了他，因为他回收讯息。我没 ban 他。你有？什么时候？他昨天出现的时候，我根本没 ban 他。啊、他小号吧？他说你先别给他哎、欸。我就没编他。那就哦，他换账户。你看吧，我要拿什么去玩？抱歉 ，Tomato。你玩那个？你玩扩音器？这个扩音器是哪一个？秀说没用的那个。对，这个扩音器啊、哦。对啊。这个要玩。他说女妖更容易。不是说不用玩。不，他你看一下介绍，他说女妖更容易收到这个东西。女妖。对。有没有用收音器？哎、欸，还是收音、哦、那个啊，声音感应器啊。我要进去了，是这个吗？这是扩音器，大喇叭不是吗？还是是右下角那个声音感应器啊，感测器，收音器。原先应该是那个吧？锅盖，对，说是锅盖，哪一个？那个还是这个？锅盖、哦，锅盖，锅盖，锅盖，拿的那个锅盖。锅盖，我拿了这个。对，去玩。锅盖，我支持你。温玉，什么？进来。我进去了。拜拜。加油！我在门口等你。看着繁星的尸体。你还好意思讲？你从旁边钻过去哎。声音哎，他在唱歌，他在唱歌。哦，那就是他了。那你出去，出去，不要进来了，不要进来。妈，他刚刚叫了。确定是女妖了，不确定啊，因为听到是她而已，不确定啊。她还要什么东西？女妖是指纹、灵球、点阵仪啊，而点阵仪，那你们要去看那个啊？对啊，你们就在旁看她到底有没有过去有沒有，你们去看有没有过去，我再去听她有没有唱。我讲说有唱的时候，你们一定要看那个录影机哦。哎、欸，这样不准，是吗？嗯，她没有唱歌哎、欸。跟他对话看看、
没有声音了。是谁？进去的是谁？他在啊啊啊啊啊！这样我对吗？不是，狩猎不是猎杀，不是猎杀。他唱歌，我看到他的身影。刚刚我发誓，我离开这个游戏了。你在那个绿光里面看到他的身影？我没有拍到，我没有拍到。哦、他在唱歌啊！小玉，不要动。是唱歌吧？你看地上。对，点阵。点阵吗？点阵，我看到了。小玉，你看地上。怎么了？没看到。你在看什么？这什么啊？你可能丢的东西。为什么可以这样？我丢的啦。我是在玩杯。我在玩杯。对啊，为什么你可以这样？我死了、啊。我没有拍到他哎、欸。不要再进去了，死了没钱，出来。不要再进去了，女人出来。你要也算很凶的。好哦，那我们进来吧。我已经，那我们进去吧。我已经被害了，不要丢命了，好吗？怎么啦？那你们选好了吗？我好了，选好了。等一下，我看，我还没选女妖嘛，对不对？女妖，对。欸、可是我理智好高哦。你差啦。你再去玩塔罗牌啊？还是没有了，对不对？塔罗牌只有一副。没有，可是一副可以抽好几次啊。还有塔罗牌，还有还你要玩，你要玩之前要不要先吃个洗脑丸再进去玩？不是啊，就是要降低那个啊。我现在就是要降理智啊，哦、现在要25才有钱啊。好吧，他们就是想用你来。对，前面那个。那个吗？对对对对对。我一开始以为他是手机。按 F， 按右键。空手按一。还是右键。没有、欸，空手捡起来，空手按一捡起来。嗯，你有捡到吗？没有、欸？有啊，有啊，我捡起来了。然后按右键。什么东西？愚者是什么？没有什么。我刚刚一抽就是死神了，然后。刚刚我就死了，他妈的，他帮我算命。不是，你说你要保护我的、欸。我没有说保护你啊。渣男的父哦。渣男不是靠腰，我是叫你降理智而已。你害我死掉，什么我渣男？你看，那我说完这游戏，你会怎么样对我的？抓！我会要让你训练你的胆量，好吗？不，我说我会陪你一起玩。你可能抽到是降理智的、欸。我有降了吗？降很多，现在是54%、欸。他刚刚七十几，他扣一次20几啊。可是他刚抽到，他有变啊，他是从一个变成了富偶哎。你要抽再进去，你没有要抽不要进去。我想抽啊，再来一次，还是不要好了。我真的会怕、啊，我想说怎么那么衰小。你走出来再抽吧。真的很难捡呢、欸。你 是那个啊，滑鼠有、那個、开着手电筒吗？对啊。不是啊，我开着手电筒又看不到东西啊。哦，看到了，不是，有了。再抽一次哦！你退出来一点抽吧。死神，烤腰你也死了。拜拜。哦、那我拍他、啊，没有拍到人啊？结束了吗？我以为还在，还在，还有在唱歌。拍不了。还在唱，还在唱。我没有看到他哎、欸。他还在厕所绕。他走到地下室了。他去地下室，就你看安全哦。我在别的地方。门开了。吗？还没。没。他上来了。还在死机哦。他再上来，他又下去了。还是死神，我一定会死啊，应该是吧？我觉得死神级别。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快快出来，出来了。你可以站门缝边边，门缝边边那时候再开始抽，门关掉你就可以马上退出。是，好。对不到。障碍耶。很难对，我刚也很难对。你说我在门这里抽吗？你太里面，太里面，再出来一点点，再出来一点。你是不是命运之轮？你理智应该不够了吧？那还有50几%嘞。我看，不要动哦，我看哦。我看就好了，我看就好了。62，62，不是九口，你还有50哎。The Tower 是什么？
城堡。所以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抽什么、欸。好、啊，我去查资料了。我记得我之前好像有留。有塔罗牌哦、喔。你抽到什么、啊？我刚刚抽到了 Tower， 然后抽到命运之轮。命运之轮是增加或降低玩家的 25% 理智。所以我刚刚被增加理智。或减少。那 The Tower 嘞 ？The Tower 它中文是什么？我不知道。高塔。塔触发一次互动，所以刚刚有。触发一次互动没有啊？没东西。你看他们抽女祭司哦，女祭司是可以复活一个队友，而且要在复活的时候队友在那个尸体旁边。我在那尸体旁边可以，我抽。The devil。The devil, devil, demon。Devil, devil, de 忘记了。死亡。恶魔怎么念？死亡。触发鬼魂事件没有啦。没有。没有啊，没有东西啊。再见。等一下，我再见。哎、欸，东西，我丢的，不小心丢的。我女祭司是 The Tower。你进来一点，你进来，你往外一点，我怕你等一下我来不及躲。直接被关门是不是？对对。又是 The Tower 哎、欸，有那么多那个吗？那女祭司才2%，毕竟可以复活了呢。我以为是拿到一定可以复活嘞，可恶。又是死神，哎、欸，不对，他变成。他刚刚变成一个很像小丑的符案不见欸，道人吗？不是，是变成小丑的图案。掉道人是直接杀死玩家欸，如果是道人，不是欸，是小丑的图案。刚刚，所以还是刚刚温玉抽到的是杀死玩家，不是啊？对啊，小丑对啊，刚说的是第一 AT，、哦、又是人过，是愚者。所以没了，没牌了，没了，那出来吧。这个是我也没牌到鬼，这个是假的。好了，我们就这样吧。好吧，换台喽。我捡不起这个杯子，我的理智一直在50哎、欸，所以我们玩那个不会扣理智哦、喔。会啊，你刚刚有抽到一个扣理智的，可是他刚刚抽了好几个都在50，没有动。你看，对啊。那我不知道。我刚才在车上一直看。那好了吗？女妖 ，Go Go！ 可恶的女人，没错，女妖只会锁定一个人啊，好可怕，我哭了。哎、欸，死得我哎、欸，还好吧，小鱼，死得烦心哎。所以选定一个人就是死，他只会从头到尾就只会杀那个人。所以就只会杀繁星，不管怎样都是杀繁星。我保护到你了吧？你怎么跑掉了？干嘛我渣男的？你结束了吗？十二点了。然后呢？那你也退太快了吧？我不想跟我玩。好，我知道了，明天再继续训练你的胆量。不需要每天玩吧？啊？这东西要每天玩才会可以慢慢的越来越大胆了、啊。你看番茄。而且你说的哦，所以我每天都要陪你玩的意思吗？没有啊，你每天都要陪他们玩啊。我明天可以了，明天可以了。你回来了哦，小鱼说我 ban 了你，结果我说没有啊，我哪有 ban 了他？好啦，那就到这边啦，我要去把东西弄一弄了。感谢大家，大家晚安喽，拜拜拜拜拜拜。可能早上还会有浮发啊，日麻台。嗯，大家晚安。那、啊、我要把小鱼跑掉那段剪出来。好，大家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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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喽。